们敢？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当朝公主，你们敢对我无礼，我诛你们九族。公主，哼，今日你说自己是皇太后也无用。新护卫是打算在百川刑探面前屈打成招吗？快救我，我以后重重赏你。不用变这么离谱的谎话，我也会帮你的。我方少侠如此包庇这丫头，莫非是怕我问出点什么？我不是包庇她，人家不会武功，就算给她一把刀，她杀得了玉楼春吗？她不会，可你会。昨日你们同房而眠，今日更是对她百般维护，说不定就是合谋。哎，等等，我呢，有一点点的好奇，如果他们是合谋的话，又怎么上这个看云峰呢？就是啊，这个转盘又这么重，难道是用轻功飞上去的？当今世上又有谁有这么绝顶的轻功啊？阿飞，总算找到你了。苏小庸太丑，我怕忍不住杀了他，还是找你比较好。你是怎么上来的？轻功啊，一座一座找，费了点功夫，多亏了刚才的小姐。你来的可真是时候呀。